那这个就是刚才就是Adidas 的篮球裤，然后但是上面我换成白色 T 恤，然后呢把它layer 一下。如果也喜欢拍照的朋友们，妨可以来这家店看看有没有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台相机呢？ The first time I have a designer coming, he comes here and I take him and I show it to him.放弃的选手就这一点，你先说我的看看，我再考虑要不要多说一点。当然他的外表已经不用讲，还蛮可爱的。Sees sort of play. We did really, really.Spidery eyelashes. 呈现中性妆的话，我觉得最自然的方法就是你要打一个很清透的底。